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 Armory 的 Stanford，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专案，叫做链上大松。那链上大松的这个专案呢，我们希望是拉大概2个月，也就是说，希望在下一次大松的时候能够做实作跟测试。那链上大松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让在未来参与 GDNV 大松的朋友们。可以，不管是以个人的名义，或是以公民的名义来参与，然后并将他们参与的过程做一个上链的动作。那在完成这个专案，会需要有3个小小的任务。那这三个小小的任务分为有前端、有后端，跟一个算是撰写的部分。那第一个要撰写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是需要先完成一个第59次大松的一个任务。那这边有 provide 一个简单的 reference，大家如果到右下角点选这个连接的话，会来到这样子的一个页面。那这个页面呢，就是我们上次在为临时小学校所做出的一个简单的课程哦。那大家这边可以点选一下，也可以看到说，有多少人参与过这个课程，然后又有多少人完成这样子的课程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能打造一个类似像这样子一个任务 for 下一次的大松，然后来记录看看有多少人参与下一次的大松，然后又有多少人是完成下一次的大松。那怎么样定义什么东西是完成？那当然就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来撰写，下一次大松的任务了。那这是第一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还没有开始，所以目前的进度是零。第二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是要前端的部分，就是要可以去读取 QR code，然后让并且与智能合约互动。那听起来有点复杂哦，但其实执行起来应该不会那么的复杂。主要的就是有一个 QR code 的功能，然后扫完 QR code 了以后，会要跑出这样子的一个页面，让参与者呢，他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或者是以公民的名义呢，来参与上面的这个动作。所以这是前端的部分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后端的部分。后端的部分，我们想要执行的是一个叫做免料交易。不好意思。后端的部分呢，我们是想要执行一个免料交易的一个功能。那这个功能叫做 gasless transaction。那我这边就不再多做赘述，但就如果对于这个部分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 Armory 的频道来跟我来问，都没有问题。OK，所以这个是后端的部分。对，所以就带这三个小小的任务，一个是要撰写59次大松的任务，然后再来是前端的部分以及后端的部分。OK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时间。我是 Stanford，是来自于 Army 的频道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，也都欢迎到我们的频道，或者是直接 DM 我也没有问题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虽然还不在现场，但 Stanford 如果是读 Stanford，那他就变 Stanford Stanford。还是要跟 R，还是要跟 RS 说啦。Stanford Square 呀。